很荣幸投入本次的救灾任务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们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到撤离地点，也能发挥所长进行一些外伤处理。整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。对啊，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出来执行救灾任务，但是在班长及士官长的带领下，我相信这次收获非常的多。二支部卫生连，加油！